生命无常，明天的你是否依然存在？人类的无知与无明，一厢情愿地以为明天继续会来。无欲无求是种智慧与光明，也许一无所求，也一无所得，也就是一无所失，就是空相。给人希望，给人方便，给人光明，心存善良，感恩慈悲，总是好的。对生命有智慧，有意义，也有价值。有山有水，半水千山总是情，人间温暖总是爱。生活上有恩有情有义，就是爱。执着是一种人生拥有，一种学习，一种享受，经历也是生活上的一种点缀，一种过程。生活的过程中，学习放下，提升自己，改变自己，训练自己那颗善良、慈悲、光明、感恩、奉献的心，多为他人着想，多为社会付出，多讲好话，多存好心，多做好事，宁静致远，上善若水。生活、生命、修身养性，人品、善良、慈悲、宽容，总是好的，光明正大的。有山有水，半水千山总是情，人间温暖总是爱。生活上有恩有情有义就有爱，一起跟我打开书本，天下多少事都付笑谈中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